早上好啊，朋友们。这大早上起来就问我跳舞了没有，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朋友们。今天咱们直播内容论辣椒是怎么生成的，咱们今天看辣椒好不好？捉迷藏，我的这点小心机又让大家猜到了。他们马上就到，他们在路上，我先到的。你是谁？你是谁？你是个偷辣椒的谁？你是谁？到底是谁？今天就是因为昨天他们在摘辣椒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这样这种感觉的，看，因为这个辣椒生长那个过猛啊，窜的有点猛，所以呢，再加上挂了果以后呢，导致了这个。小的这些经不住这些压力了，所以今天他们临时啊，因为本来是还有别的安排，昨天晚上突然间开了一个会，决定今天要把这个辣椒支撑起来。哪个镜头糊的？镜头糊，今天的镜头有点糊，是吗？为啥？这是，我们没有改变任何设置啊。哎，我找着原因了，是不是好很多了？给口气擦一擦。我冲着那个。冲着那个摄像头哈口气，早上起来是搞了个小乌龙啊，早上起来因为我们那个信息没同步到位，是不是搞了个小乌龙？
你想，咱们昨天晚上说好的事儿怎么会变呢？我一早上来这儿等你们，准备跟你们捉迷藏呢。昨晚上我还再三确认。是吗？你想，昨天晚上咱们在现场，咱们俩定的。然后让我们开会，开会定那个内容。我说，那晚上开了直播，透出去了，他还说啥呀？这个。我不理解，但是我服从了。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又让我改。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组跟组的那个昨天疏忽了啊。I'm sorry。没事。那我今天早上也懵了一下，我说啊，我说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个商量好的吗？看看大哥，这不大哥吗？用。这是新进的钢管是吧？是之前剩的。是之前剩的啊。那边。啊，还糊吗？说好糊，对了，拿个卷尺。清晰度设置，超清蓝光。谁给弄成那个标清了？你看看，搞乌龙了吧？量一下，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不了。行了，再也不近视了吧？主要你别觉得差不多，一打进去差好多呢。办过这样的事吗？办过，早就办过了。再也不近视了吧？清晰了。这就得医生来断。不戴帽子。你又看我笑。门走了。他又看我笑。没事儿，
没事儿，您忙您的，没事儿。不是，他是啊？啥意思？见过就是。兄弟，我们都不是去年跟咱们比的那个吗？这是那个他们这个村子里的那个，对。一身黑是谁呀、啊？这个。今天他们那个把这个辣椒，昨天摘辣椒发现了很多，因为这个结果挂了很多，完了又这个辣椒长势又很迅猛啊，有点压弯了腰。嗯，今天他们准备给他。支棱支棱，还有朋友说原来切割机的声音这么大。这是谁来了？刘总来了。吓我一跳、啊、你我没看着你。你就是一种十二个贴近，听我说完，不要贴太远，然后就贴近一点，因为要跟这个摇的坚固，然后给它拦起来。这边可以，然后中间两个，底部两个，一共六个，一拢六个，一边三个。哦，我来了。这些是之前他们做其他东西剩下了一些钢管啊，所以直接先撑起这片天。这样，不知道以为在砸辣椒呢。原来烧焦酱是这么砸出来的，是吧？先去砸了，我去砸了。好的，哥哥。
这说干就干啊，昨天看到今天解决。我这个差的有点多。如此之娴熟，流水线作业了啊！一博跟小何在这个砸。圆儿在顺往过啊，一根一根的往过顺。密林之中，我在辣椒林中穿梭着。打完桩以后，然后要固定线，把那个这些快要倒的枝芽固定住。你要是一根一根的固定，那就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他们想出来，先打完桩以后，集体固定啊。就我猜想啊，我猜想是不是就起到了这个夹板的作用。您比如说，我先把这个主杆立起来以后，哎，然后我用长的木条或者是线条，在这些木杆上选择某个点固定，这样的话，它就能把这个辣椒苗像这个网兜一样兜起来。我猜想的啊。对吧？要不然它一个一个的固定，这得到什么时候呢？是不是？确实有点热啊，这个大棚里虽然今天阴天，但是有点热。我这个现在已经汗流浃背了。现在拍啊，就完全不怕穿帮，真的，完全不怕。就我往这一蹲，就再也见不到了。摄像就再也拍不到了。但是有一位摄像，他蹲住那儿也不行。一会儿我给你指指是哪一位啊？
一溜已经干完。好的，趴在我耳边小声的说，他以为很小声，其实大家都听到了，是吧？一点都不大方。就这位老师，现在跟着小童的这位老师，他完全藏不住，就他。你看是不是藏不住，是不是藏不住，我再给他密点他都藏不住，知道为啥不？脑门太亮。没事儿，他们忙着拍摄，没时间看直播，不知道我背后蛐蛐他，大家就当没听着。哎呀，你看看，真被我猜对了啊！小铁丝上了啊，小铁丝，是不是？小铁丝上，我说刘总来了吗？啊，他们应该是跟刘总掉了那个叫什么铁丝啊。哟，你看，我以为找我来了，哼，吓我一跳。哎呀，我一扭头在我后面呢。别说他还挺爱藏，你看，他又去藏了。绝对跟我猜测的一模一样，你看看这个开始往上拴了啊，这就一条啪就护住了，是不是？刚才导演小声在我旁边说，少熙跟弟弟去巡堂了。咱们先印证一下这个辣椒这个事儿，咱们再去鱼塘溜达一圈，好不好？
你这藏的真好，完全看不着你。鱼塘还有鱼，鱼塘是里边还有鱼的。看，再一点一点往过顺了吧。这鱼不好捞干净的。等我们播出到那一集的时候，朋友们就知道这鱼是怎么往出捞的了。哇，那捞一次那费事儿了。呀，他冲着我就来了，我躲开。哎，你看，效果还不错啊，杠杠的。哎呦，您还真别说，哇，今天礼拜五是不是？我这朋友们不提醒我们都忘了，最近事太多，我这是。根本不知道这是礼拜几，礼拜几？今天礼拜五意味着什么呀？整片，还有2小时。整片就开始了，朋友们，多多互动。今儿小盒怎么没画啊？
哎，刘总，刘总又来了啊！不好意思，是啊，刘总送货，小铁丝儿，一捆一捆的。哎，你看这，你看，你看，我们这朋友们都说刘总好呢，你看看这。密谋呢是吗？吓他们，吓他们一跳。干嘛去？干嘛去？喝口水去。啊？喝口水。我跟你一块去。你看你什么时候教我跳了吗？这样，那个小丰收这两天也拍这个，我就让他帮你拍一拍，让你学一下这舞蹈啊。反正他有奶牛服，也给你安排上了。是吗？我是你就拉上羊角，拉羊角得你去啊。他们在这儿不知道密谋啥呢，我一过来他们就说收。大事大事。这个秘密的事情还不能让他知道。弟弟，可以吧？我穿完这个更得跳那个。而且，跳你们来吧，凉快啊！不知道在这密谋啥呢。我今天穿的是弟弟送了我一件 T 恤，就属于他风格的那种，穿上贼拉年轻，瞬间就活力了。小何没事儿，他估计有点累了，这阵儿有点累了。哎，干嘛去？因为明天要周末了，今天周五。今天必须得跟那个乙方同步好那个东西。哦哦，他们俩，他们乙方明天不上班。哦，拜拜。先回来，等我一会儿。哦，有人要回啊？对，我拉着你去吧。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不相信，这个绝对跟刚才他们几个的密谋有关系。他们几个在那儿去密谋了半天。然后回来以后，你看，大家眼神一交互，就有人马上要走。
据我敏锐的这个洞察力啊，有事情要发生。这咋跟我 PK 啊，是吗？有人还要打 PK。 我们这干活呢，这大锤子啥的。我大概能知道是什么事儿。啊，他嫌烦，说给我留三个人就行了。结果这把大的就玩出了三个，你看。小童的脚没啥事儿了，啊，恢复的还行，挺好的。你看他都打篮球了都，但是他那个脸伤还也有伤。你回去吗？你玩大的玩怎么样？你说是输了。啊？输了呀。但是输了就算赢了呗。没有啊，这怎么算赢呢？赢了的留下，赢了的留下。赢了的赢下。不是赢了的留下。啊。想留着。哎，你看看，就是这么突然，输了的回去，赢了的留下，你说奇怪不奇怪？
都谁回去了啊？老大还没回。老哎，老大在后面，就是准备回去的啊。再看大家在说什么。嗯。圆儿好像去拉臭臭。那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吧。一博在门口喊呢。大哥，他们等会儿圆儿一块儿回来。或者让维军直接上一博的车。想看谁？撅嘴说摄像。面目表情管理大师。我今儿没啥，啥也没偷吃。应该是老大、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九回去。你想说，哎呀，不走了，大哥。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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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打桩啊，有新来的朋友问这个，哎，目前在打桩是干嘛？
手机有点发烧了。它是不是一太热了就自动降低那个画质了呢？明天有生活直播，朋友们啊，明天是有生活直播的。您还别说，我现在贼希望有个冰箱，我钻进去给大家播去，那得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啊！我们有那个水冷的散热器。但是之前弄过两次，发现它在大棚也不好使，因为它的水越来越热，都快那个低温油浸了，慢慢就把手机浸熟了。降温贴现在就搞着呢，互看吧。我们能想到的辙全想到了。就像有刚进来的朋友问他们打桩在干嘛，因为他们打桩打好桩以后要在这个每一个这个桩上面绑上这个加热器，哎，绑上加热器，这样呢能够方便这个绑一条这加热器以后呢，这个辣椒在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哎，受到这个加热器的这个照射，就直接变成了烤辣椒。这样的摘下来以后，就直接是一道菜，烧焦。是加热器是吧？烧焦酱吗？不是这么烧是吧？没有啦，是这个，我不胡说了啊，这不就是一个错误误导吗？啊，不，我不胡说了。刚进来的朋友，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我给你重新解释一下。他们绑这个立柱，然后呢，用这个铁丝，哎，用这个铁丝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辣椒全部包住，然后你看每一个上面都有一个头是吧，铁丝这个头，哎，把它包住以后呢，站在一头抖这个铁丝，这样的话这个颤抖就是这个抖动的力量就能自动把这个辣椒摘下来，哎，就是直接掉地，哎，他们只需要一剪就可以了。
因为你想想这一茬一茬的辣椒，两天一小熟，三天一大熟，这你摘不过来，你就得想一些办法自动收割。啊，吓我一跳，少熙在后面。不是，就是为了给这个辣椒加固啊，因为昨天他们在收辣椒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这个辣椒它倒了，你像这种我给你找一个看一看啊，因为它太沉了，上面挂了很多果。哎，你比如说像这种，像这根，你看它长势，因为它上面就你看啊，因为它你看啊，现在都挂了多少小辣椒啊，这一片一片的，如果这个小辣椒都在长大了以后呢，它就撑不住了，它这样的话就伤了这个茎，所以呢他们用这个铁丝把这个哎就这样支起来，是吧，支起来绑住，这样就好了。嗯，不能再胡说了，这是再一再二不再三，是吧，咱们都是有分寸的人，有规矩的人，对吧。哎，你没回呢？没回啊，我还个东西还得。哦，还得有事儿。辣椒长得好，对。绑铁丝是为了不让它倒下来。对的，对的。还是我们小何实在，一句就戳中重点。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三遍，他都不相信。我说这个是为了自动收割。为了上面挂俩灯烤烧焦，啊，直接做好，对对，直接做好了，啊，还有一个上面绑那种自动剪的那种，直接剪掉了，对对对对，直接做成渣，对对 对, 对，直接烤，剁椒这种啊，还有机器我放调料，对，嗯，我刚才都想说这个绑那个铁丝是为了把那个铁丝上面挂上那个酱，嗯，哎，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大家摘下来就蘸酱吃。咱能聊一上午这个沥干的这个作用，蘸酱这个还行，我觉得挺有想象力的，是吧，挂一排酱，这还是有降温系统的，这大棚里还是有降温系统的。您看对面这些湿帘啊，湿帘里边注水，然后配合着对面的那个风扇，形成这个湿气对流，啊，整个大棚里边它就比较湿润一下。哎，然后我们顶上还有遮阳帘，你看把遮阳帘一下，哎，瞬间能感觉到一些这个湿帘的原理。这个我说的是正经的，朋友们不要怀疑，这个我说的真的是正经的，嗯，以后不能跟大家瞎说了，以后从我嘴里出来的都不相信了。对，你看朋友们说有我们游学记作证，可以去看一下游学记大鹏的那一期，是不是讲了这个湿帘的，这就是那湿帘，你仔细看它还会滴水，因为它里面有水。
水管注进去，吸上来，然后跟对面的那个小风扇形成对流。随处都是工具啊，没有那大锤子了，直接钢管也行。说很好，失败了。不，这个那个不是失败，那个是故意而为之。哎，就是要先将这个钢管的一头往土里砸砸砸砸砸，这样的话空管里边就会注入土，注入土以后再反过来，哎，就增加了这个管的重量。好吧，今天我那个胡说到此为止。在这个伴随着当当的这个美妙的乐器声啊，咱们结束今天的打卡直播，好吧，朋友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有大概9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正片就要上线了，朋友们，准备准备，该做饭的做饭，该点餐的点餐，我们的正片就要来了，朋友们。拜拜，多多互动啊，正片里边多多互动，谢谢，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拜拜。